多时候我们在敬拜，我们都觉得内心里面是空荡荡的，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。来临的礼拜一晚上，我将来跟大家分享敬拜的生命。敬拜是一种经历，敬拜绝对不是礼仪那么简单。当天晚上我期待见到你们，与你们一起经历全新的敬拜生活。